成就品第九段戒转变差别，寄送最后的一首，祝福神通力，视线不思议，世事诸刹海，一切普无清净。这首偈是重诵长行第十句，如来神通变化故啊，世界海普清净皆转变。这个意思很深，我们应该要知道，诸佛神通力，诸佛这两个字把性相全部都包括进去了。佛性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如本性。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自信本来具足圆满的智慧，经上讲无量，我们还讲圆满的好，圆满是一丝毫欠缺都没有，又具足了圆满的德能，这个德能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技术能力，真的是多才多艺啊，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样不知道的，没有一样不懂得的，没有一样不会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特别是在小乘经里头，因为当时传说，释迦牟尼佛有超过一般人的智慧，有超过一般人的技术能力。于是有很多人见释迦牟尼佛就想考一考他，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能力。于是想到释迦牟尼佛王子出身呢，他没有放过牛啊。怎么样养牛，怎么样放牛，提出这个问题来问他，释迦牟尼佛为他解说，详详细细的讲解放牛经呢。这一类我相信同学们一定看得很多真的他没有一样不知道，你不问他他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你问他了他无所不知。般若经上讲得好啊，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
无知是根本知，无所不知是厚德知。根本知也叫做实知，真实的实。厚德知也叫做全智，全巧方便。佛有，我们也都有啊。那么佛又有这叫自信啊，又具足圆满的福德啊，我们世间人一般讲福报啊。其实讲福德比福报意思更圆满。福报里头要没有德，这个福报享受是有问题的，不圆满呐。享福里头有道德，那这个福报是圆满的。所以佛的福德圆满，三种圆满呢，我们称之为大圆满。这三种圆满在此地就用神通力包括了。因此佛的示现呢不可思议。前面这跟诸位谈到佛示现种种身啊，像普门品里面所讲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三十二是讲类别种类，每一类里头无量无边呐，不可思议。在华严经末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那就是示现五十三类不同的形象。除此之外啊，自信里面的德能能够现九法界众生身，这不可思议啊！能现一切植物身啊，示现花草树木啊，示现做什么呢？帮助众生觉悟的，有，真有。我们在死传里面看到，确确实实有修仙人啊，在江雾未悟那个时刻啊，不一定看到花，看到草，看到风吹树叶，他豁然开悟了。那个境界，佛菩萨实现的。花草树木有灵性呢，示现山河大地，示现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自然现象，示现不思议啊！每一种示现触动某一类众生的根性，
他在加持，在帮助你，催化你觉悟啊。微妙不可思议啊！这种境界，有些人悟了之后知道，有些人悟了之后还不知道。啊，哪些人知道呢？大彻大悟的人知道。小悟他就不知道了，无论是小悟、大悟、大彻大悟，无不是诸佛神通力在示现加持。由此可知啊，虚空法界确确实实是自心相啊，刹土众生是自身相，都是自己身心幻化出来的。你要从这个地方体会到了，清楚了，明白了啊，在佛家的术语说呢，哎，你悟得了，你在这一生当中很可能证得法身啊。为什么很可能呢？你这个领悟是自信的，这一刹那的光明放光了，时间虽然很短，非常可贵。为什么呢？无量劫来你都在迷惑啊，在无明里头从来没有放一次光，这一次放一次光啊，好啊啊，要怎样才能够契入境界呢？这个光要常常放，就是说这个境界要常常有，什么时候这个境界保持不再失去了，你就真的清净法身了，自己肯定实实在在一点也不假啊。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啊，融合成一体啊。啊，这个就是诸佛神通力示现不思议啊。这个是普贤菩萨的境界，我们在前面经上看到啊，大乘菩萨虽有还不究竟呢，如果真的从这个里面有稍稍的领悟了，我们在这个世界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妄想分别执着都会化解了。无明烦恼纵然不能说是断尽了，
一下淡薄了很多很多啊，心地自然得到清凉自在啊，而对一切众生这个心态呀、完全改变了啊，不会讨厌呢众生了啊，你会欢喜众生，所有一切众生啊，你真诚的爱护啊，也就是说你的慈悲心呢显现了，大慈大悲啊，这个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是清净的爱心，平等的爱心啊，这里头不是情感，充满了智慧的爱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最明显的，你对于云飞软动的小动物啊，蚊虫蚂蚁啊，树木花草，你能跟他沟通啊，啊，这种沟通，现在人说的术语叫心灵感应啊，这个是常常见到的啊。可以把我们的意思传达给蚂蚁，传达给蚊虫啊，苍蝇啊，传达给花草树木啊，没有一样不是佛菩萨的化身啊，佛菩萨的化身何其多，真多，多到不可思议啊！佛菩萨是自信啊，世尊在出现品里面给我们说的虚空法界刹土众生，从哪里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是我们自己的心识所现所变的。心就是诸佛如来，识就是神通妙用啊，不但身外，诸佛神离化现，我们这个身体又何尝不是呢？没有一丝一无是例外的呀，这个境界就是底下最后一段无差别了，前面讲的都是有差别，差别跟无差别是一不是二，这才真正到圆融啊，这才真正是华严境界啊，所以这个时候诸刹海
这个注察海范围就广了，包括夜夜微尘里面的刹海啊，每一列微尘里面的刹海都是微尘数啊。夜夜微尘刹海里面都有诸佛如来、诸大菩萨、无量无边的九法界众生。这个境界何等的壮观呐！啊，真正是不可思议。这个是宇宙人生的真相。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肯定，不读华严，不能够深入华严，怎么能看得破？不能看破，你怎么能放得下？不能看破，能放下，那奇怪啊！没这个道理啊！所以看破是有层次的，放下也有等级的。这是我们常常在讲习里头讲啊，看破一分你能放下一分，看破两分你能够放下两分，真正看你修行的功夫在这个上面表现得清清楚楚，真的是一点都不含糊。你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啊，你了解多少，你看破多少那么由此可知，我们是中等根性的人呐，不是上智，也不是下愚啊。上智下愚好多啊，上智之人啊，上上根人，一闻千悟啊。他自然很容易放下。下愚之人老实忠厚，你怎么教他就怎么做，也容易得度。那么由此可知，世尊当年在世将近300余会说法49年，是为谁呀？就是为当中这个中等根性的人，不上不下了，很麻烦了，很不好度啊。特别是我们地球上的人，就像地藏经上讲的，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我们是属于这一类的啊，刚强难化这一类的。由此能够领会得到诸佛菩萨是何等的慈悲啊，真正是佛是门中不舍一人。难度他还是来帮助我们，还是来度我们。
我们要知恩报恩呐、啊！啊，怎么个报法呢？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这就能报佛恩呐、啊。报老师的恩呐、啊，报父母恩，报师主恩，报众生恩呐、啊，就在这一句啊，受持、受接受啊，佛陀教导我们的无条件的接受啊，百分之百的接受。接受过来之后要保持啊，这个持就是落实啊，接受过来落实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在自己工作之中啊，落实在自己应酬之中啊，处事待人接物应酬之中啊，那这一落实呢，这就是表演，我做到了啊，为人演说啊，啊，我做到了。你真能做到，世间人见到你，对你一定升起恭敬心，一定生起仰慕的心啊，他看到你的形象这样的圆满啊，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所以形象很重要啊，形象不是有意去修的啊，只要你依教奉行，你的心改变了吗？你的行为变了吗？啊，常言说得好吗？种善因得善果吗？你现在所修的因全是善的，不但是善，清净啊，纯净纯善的因，哪有不得好果报的道理啊？好果报头一个显示在你的形象，啊，这就叫人跟你一接触就生起仰慕的心，就想跟你学习啊，他就来跟你请教，你就给他解说，哎，你看看这个教化众生怎么样教化的，你就明白了一定是先做到然后再说到啊，绝对不是说先说在先啊，是先做到而后再说到啊，啊，读诵是给一切众生做榜样啊，告诉大众念念不离开佛陀的教诲，佛陀的教诲在经论里头啊，天天读诵啊，时时读诵啊，非常重要啊。为什么呢？特别是初学功夫不深的人
你要不读经呢，你就胡说乱想了。中等根性的人用这个读诵经典把妄念打掉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法。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经说法啊，你想想他一定有个道理在，他为什么不教人参禅打坐呢？啊，天天为大家上课，不怕辛劳。啊，每天讲八个钟点，这个方法对娑婆世界众生肯定有利啊。大利益了啊！参禅打坐，他不开悟啊！领导他来念佛，他不能得一心。确实，远远不如讲堂上课收的效果大。如果我们不肯多想想，细心观察观察世尊表演的那一套，我们在经上看到了听到了茫然不觉，你说这个多可惜啊。我们学到哪里学啊？什么也没学到啊！所以要细心去观察，多去想一想，然后就恍然觉悟了。哦，世尊这样做了，原来是这么回事情啊！利益众生讲求的原理原则，切机切理，这个做法切机呀。另外的方法呢，切理不切机。哎，这个方法的是吧，切机切理。所以他老人家在这一个阶段的实现以这个为中心。文殊菩萨拣选圆通啊，此方真教体清净在应文啊。所以世尊以音声做佛事啊，佛事佛是觉悟啊，佛事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的事，叫做佛事。佛事真正的意思我们要知道啊，不要以为听说佛事啊就是金灿佛事啊，那个就不对了。佛事本来的意思啊，就是帮助众生觉悟啊。那以音声为佛事呢，就是教学上课啊，为大家说明啊，破除一切疑惑啊。一切众生听了佛的教诲，断疑生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啊，清净信心生智慧。智慧生了之后，那不就觉悟了吗？觉悟的这个心行
就跟佛没有两样了。纵然没有佛菩萨那么圆满，至少也能做到相似了。天台大师讲啊，相似即佛啊，相似即佛是什么人呢？我们前面讲过了，信解菩萨啊，信解菩萨相思位啊。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这个世间杂染虽然严重，灾难虽然频繁，只要有人带头啊，为什么呢？佛在经上讲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性不迷啊，佛性不邪，佛性不染呐，特有佛性呐。现在是迷邪染呐，障碍了佛性。所以中国圣人讲，人之初性本善呐，我们要肯定。一切众生的本性是善的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性是至善呐 啊。那么现在虽然在迷，迷没有人去帮助他啊，去诱导他。如果有人帮助诱导，他会觉悟啊，他会回头啊。啊，你帮助他，把佛法讲给他听，劝导他，他还是不觉悟，还是不回头，那什么原因呢？帮助的人的功力不到家。功力不到家是我们自己修行不够啊，也就是我们这个形象还不够好啊，这个道理不难懂啊，这个道理不深呐 啊。我们在初学的时候有了疑问，别人跟我解答，解答的跟老师说的一样，我们对他讲的不相信，我们相信老师的啊。那什么原因呢？老师的形象好啊，威德好，心里头自然仰慕，对他生起信心啊。那另外那个人呢，那形象不好，虽然说的话跟老师说的是一样没错啊，但是引不起我们的信心我相信这种经验很多人有啊，那么由此可知，形象，这个好的形象从哪来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而来的。换一句话说，真干才能带来啊！啊，真的因才感到真实的果报，啊，形象是属于果报。
还是一句老话，种善因得善果，因真果就真了，自自然然能够摄受众生啊，有许许多多真的像经上讲的刚强难化的众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啊，才能帮助他回头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比比皆是啊。所以帮助一个人啊，不能不说啊，三年五载，哎，这个人不行，不能回头，算了。不要他吧，佛菩萨不会起这个念头。佛菩萨跟一切众生相聚时间的长短，完全是缘分，绝对没有意思。说哦，这个人，不错，好，我。多多的接触啊，那个人不好，算了，以后不要往来。这是凡夫的妄想分别之处，菩萨不如是啊。菩萨的心真诚清净平等，哪里会动这个念头？于是我们就懂得了佛菩萨跟众生的缘分是随缘啊，决定没有起心动念的，缘聚缘散呐。缘在哪边呢？缘不在佛菩萨这边，佛菩萨这边如如不动，永恒的。不变的，所以缘都在众生那一边。众生需要佛菩萨，这个需要不是嘴里说的，是要有表现的啊，是真的不是假的，真的需要，决定是信受奉行，决定是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佛菩萨就注视了啊，请佛注视，怎么个请法了？这样就请来了。如果你觉得自己有智慧有能力，无需要佛菩萨帮助，佛菩萨就走了，入半涅槃了。由此可知，都在缘，缘不在佛菩萨这边，缘在众生那边。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众生不认识缘呐。这个缘就是我们今天一般世间人讲的机会呀，众生不认识机会呀，不知道抓住机会呀。觉悟的人、明白的人，要帮他忙。就像释迦牟尼佛当年
在菩提树下示现成道，啊，八相成道里面示现成道。我们这个世间人没有人认识啊，只看到释迦牟尼佛在大树底下打坐，肉眼凡夫不认识啊，没有人请佛出世啊，没人请，佛就坐在那里就灭度了。我们一般讲坐化了，那多可惜呢。幸亏净居天人啊，净居天是四禅五不还天呐，这些天人看到了啊，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示现成道，赶快下来啊，下来变化成一个凡人，向释迦牟尼佛请法，请佛住世啊，世尊一看到有人请了，他就不如般涅盘了，留在世间了。这个说明净居天人帮我们一个大忙啊，我们要感恩啊。用什么方法感恩呢？如果我们发现有这个机缘，大家不懂得，我们要代替大家请法，代替大家请佛住世啊！今天佛不在这个世间了，如果遇到真正善知识啊，真正的有修有学的啊，这样的大德，无论是在家出家啊，我们知道也要像净居天人一样啊，带大家齐心呐。决定不可以说只有自己的利益不顾大众，那就错误了啊。尤其是我们得了华严之后，我们的心量都开了，不仅仅是佛门里面的高僧大德，我们要请他住世，请他弘法利生，也就请他教学，其他任何宗教里头的有修有学的大德们，我们都要请啊！不能说，哎呀，那不是我们佛教啊！那是基督教啊，那是回教啊！你要想想，在这个世界上，基督教徒有多少？回教徒有多少？他们跟我们学佛的人一样啊，信仰这个宗教，一生当中没有遇到真正的大德，没有听闻到真正的大法，也跟我们佛教徒一样啊，迷信啊。
不到神圣教诲的真实理。你想想要不要带他骑行呢？啊，当然要啊。啊，不属于宗教的。啊，那个世间有道德有学问。我们遇到这些人也要代替社会大众一些不信仰宗教的社会人士带他们骑行啊。只要被我们发现这人真有道德真有学问啊，他的见解他的思想他的行持跟诸佛菩萨一切神圣很接近啊，那我们想那些人又何尝不是诸佛神通里变现的呢？我们遇到了那就是有缘呐、啊。就像进居天人遇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示现成道。有缘呢立刻就要下来骑行。毫不犹豫毫不迟疑。我们这个道场建立的时候我就说过啊，我们的摄影棚要发挥最高的效果利益社会众生啊，我不在的时候不在此地啊，希望林子会长多多留意啊，或者是国内或者是本地或者是台湾啊，真正大善之士请他们到这个地方来录像啊。啊，我们把这些录像带广泛流通教化众生啊。讲四书也好讲五经也好啊，只要所讲的符合于道德的水平真正能够帮助社会净化人心的那都是宝啊。啊，跟佛家讲的法宝无二无别。我们要真诚恭敬待一切苦难众生祈请。啊，像上一次我们请的徐新民老师啊，跟我们讲儒学啊，我们又请江一子老师啊，为我们讲论语都是真善之事啊，诸位常住在这边啊，这一边法寺当中啊，常怀法师他也能讲啊，
那么只要能讲经的法师，我们都希望他能够到这个地方来。讲几个单元，我们把它做成专辑，帮他流通。他们讲的度他那一类有缘众生啊，我们不能够疏忽，不能够小心量啊！我们要把这个事情，一切正法发扬光大啊！圣依法师现在身体不好。这个是我们的语言不具足啊，以前身体好的时候我们没有这道场，没有设备啊，他可以用潮州话讲经啊，度那一批人呢啊，所以希望同学们多多留意啊，你们这个知道的给我提供意见啊，我来祈请啊，约好时间请他们到此地来，不行啊，我们的网络也同时可以播出啊，我们的网络不是我一个人专有的啊，所有一切善知识共同，这个功德才大啊！现在时间到了，那么到这个地方，第九段戒转变差别，我们讲完了啊。那明天呢，我们讲最后一段无差别。